他们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陆海空武警部队战士军乐队和军事院校。他们将以威武雄姿和激昂旋律为第十一届亚运会献上一首气势磅礴的赞歌。富有召唤性的引子，乐队组成巨大的长城图形。在这号角声热情的召唤下，人们从亚洲各地来到长城脚下，来到古老而又年轻的北京。队组成几个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图案，他们像一幅幅风俗画，表达中国人民对远方客人的友好情谊。
在东北民歌胜利年丰收年的旋律中，乐队组成了辽阔的原野。在飘散着芳香的泥土上，一组组小风车不停地转动，为我们带来了九月的金风。深情绵延的藏族民歌的出现，表演队伍组成一个个小方块，接着又演变成五个大圆。这五个大圆分别代表着亚洲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出彝族民歌快乐的啰嗦的旋律，场上组成了五个硕大的花朵，它们合拢又开放，象征着亚洲人民友谊之花永远盛开。
陕北信天游的节拍，行进的队伍组成了一幅太阳图案。灿烂的阳光把美好的祝愿带给全体运动员和来宾。的独特魅力表现出亚洲在世界上腾飞的风姿。本届亚运会的会徽，那蜿蜒的长城将成为亚洲人民友谊的纽带。赛场上虽然充满了竞争，但体育事业给世界带来的将是和平。最后阶段，144名骑手组成了火炬，彩绸上下抖动，像火炬在熊熊燃烧。458名乐手组成了火炬台和连绵起伏的长城，圣火燃烧起来了，在长城脚下，在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